Little Fox。 认识动物一，大白鲨。你好，哇，你是谁？我是大白鲨，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鲨鱼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大海里。大白鲨喜欢在海里游泳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有时很危险，但是我们一般不伤人，反而人常常伤害我们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很多的鱼，我们也吃海狮、海豚和海龟。啊，喂！你们很会找吃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很会找吃的。我们能闻到很远的气味。你们的牙很尖。是的，我们的牙很尖。我们大约有300颗牙，看到了吗？你们游得快吗？大白鲨非常快，我们的尾巴又长又有力，所以在水里可以游得很快。看，那里又有一只大白鲨。再见。再见，大白鲨。认识动物三，尼罗河鳄鱼。你是谁？我是尼罗河鳄鱼。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呀？我们一般住在非洲。尼罗河鳄鱼喜欢沼泽、河流和湿地。你的牙很尖。我们有60多颗牙齿。但是我们不能用它们嚼东西。我们只能用它们来咬东西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鱼、乌龟和螃蟹。我们的嘴巴很有力，可以张得很大。所以我们也能吃斑马和河马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是的，尼罗河鳄鱼非常危险。有时我们也吃人。啊！但是我们是很好的爸爸妈妈。一般爬行动物不会保护卵，我们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卵。你们怎么游泳？我们用有力的尾巴游泳。游泳时，眼睛和耳朵在水面上。
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看和听。我要去游泳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尼罗河鳄鱼。认识动物四，猎豹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猎豹。猎豹是猫科动物，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非洲。我们住的大草原叫热带稀树草原。你们有很多好看的斑点。是的，我们全身都是黑斑点。他们帮我们把自己藏起来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主要吃小动物，像野兔。我们也吃大的动物，像羚羊。你们为什么跑得那么快？因为我们的腿很有力，而且我们很瘦，头也很小。猎豹总是能抓到小动物吗？不是的，猎豹只能跑一分钟左右，然后需要休息。那你们怎么抓小动物呢？猎豹可以看得很远，我们发现它们，然后轻轻地过去。近了，我们就跑过去。那边有一只羚羊。再见。再见，猎豹。认识动物十三，东北虎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东北虎。虎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我们住在亚洲。我家在森林里。你们会游泳吗？老虎都非常会游泳。我们是唯一喜欢水的猫科动物。哼哼，我喜欢你身上的条纹。每只老虎的条纹都不一样。条纹能帮助我们藏起来，这样我们要抓的动物就看不到我们了。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驼鹿和熊等大动物。我们一般晚上找吃的，在很黑的地方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。你们是危险的动物吗？我们有尖尖的牙和爪子。
我们的吼声非常大，但是我们不会走近人。东北虎们一起生活吗？不，我们不在一起，我们喜欢自己生活。天黑了，到吃饭的时间了，再见。再见，东北虎。